歡迎各位收睇《中國通史》。劉邦同項羽楚漢相爭嘅曲折故事係一段精彩嘅歷史篇章。嗱，好多成語都係由呢段傳奇故事入邊誕生出嚟嘅。序幕我哋由陳勝、吳廣嘅揭竿起義拉開，之後項羽迎戰秦軍，要自絕後路，佢唯有破釜沉舟啦。嗱，劉邦嘅到咸陽咧就同民眾約法三章喎。劉邦同項羽競逐爭王，有一場暗藏殺機嘅鴻門夜宴，席上面項莊舞劍，意在沛公。部屬就勸項羽殺劉邦，劉邦大難不死，反攻項羽，策略咧就係明修栈道，暗度陳倉。雙方暫時言和，以鴻溝劃分為楚河漢界。去到最後，項羽被漢軍重重包圍，陷於四面楚歌嘅絕路。嗱，我哋成日話文史並稱，歷史亦都係文學嘅寶庫嚟嘅。今集楚漢戰爭喺中國古代歷史上，冇任何一場戰爭能夠好似呢場戰爭咁樣充滿魔力。佢嘅勝負直接決定咗一個偉大王朝嘅誕生。但係對大多數中國人嚟講，戰爭嘅巨大魅力唔單止係結果，更在於戰爭嘅本身。因为这场战争的每一个情节几乎成为后世津津乐道的经典故事，一个个脍炙人口的成语亦因为这样而诞生，两千年以来一直融入在我们的生活细节里面，甚至是我们的大脑神经和血液之中，左右着我们的行为、思维，甚至价值观和道德准则。这场战争的两个主角更加是星光璀璨，他们成为中国历史上极具代表性的两种男人形象，诸多的配角也都同样光彩夺目，他们的行为对后世影响深远，屈辱与奋进，忠诚与背叛，英雄与美女，战争与和平，在秦朝末年的中国政治舞台上，上演了一场跌宕起伏、名闻千古的旷世大戏。这个是一支十分壮观的出巡队伍，仪仗队伍仪态万千，其中一个人端坐在车帘上面，威风凛凛，人见人畏，他就是秦始皇。一群来自江苏丰沛一带的征夫在咸阳城中正在遇上秦始皇出行，众人见到这个场面无不惊叹。忽然人群入面传出一把声，大丈夫生当如此。说话的人正是汉朝的开国皇帝刘邦。刘邦沛县丰邑人，是个不守本分的农民。刘行乐是丰县当地刘邦祠堂的守祠人。刘邦称帝后将丰邑改为丰县，同时在这里设立祠堂，派专人看守。刘行乐和这座祠堂同样有名，他是当地最著名的学者，一直从事早期刘邦的研究工作。他为了更好地研究刘邦，三十几年以来一直居住在刘氏祠堂里面，当时刘邦就在那里出世。看我的刘邦，他一生中间好吃好喝好朋好友，所以成天他不愿意这个干农业生产劳动，成天领着朋友到家来吃啊喝，不干农活。据史料记载，当时刘邦不务正业，成日游手好闲，而就是这个看来好像不务正业的小人物，后来就混上了一个亭长的职位，同沛县县衙入面的官吏个个打得火热。有一次，县令的好朋友吕公乔迁之喜，县上的官吏都去恭贺他，规定礼品不够千钱，就只能够坐在堂下边。刘邦递上礼单，上写着贺钱万。吕公觉得很奇怪，亲自出门迎接。其实那个只是一张白条。刘邦满不在乎地坐在首席，高谈阔论。客散后，吕公对刘邦说自己有个女儿，想许配给他，刘邦就立刻答应了这头亲事。
女工许配俾刘邦嘅呢个女，就系日后一度将西汉王朝闹得天翻地覆嘅汉高祖皇后吕雉。距离沛县丰邑400-500公里嘅地方，有一个人亲眼目睹咗秦始皇嘅出巡。秦始皇一生出巡5次，每次都堪称声势浩大。公元前210年，秦始皇第5次出巡，路过会稽郡嘅时候，呢位22岁嘅年轻人有幸得见，羡慕不已。佢手指住坐喺中间嘅秦始皇话：我将来一定要取代佢。呢个人就系项羽。据史书记载，项羽细个嘅时候读书唔好，学剑术都唔成功。佢嘅叔叔项梁闹佢，项羽就话识字只不过系记录姓名，剑术都只能够同个别人对敌，都唔值得学。佢想学一种本领叫做万人敌，一个人能够打败好多人嘅本领。项梁就教佢兵法。项羽的志向非常远大，这个一般的人都认为说，史记上说，司马迁说项羽这个人身高8尺余，力能杠顶，才气过人，说他力量大，个子大。那么按照我们现在基本的算法，如果那个时候一尺算，7寸的话，8尺余，7.85尺6寸，1.8米才54，将近1.9米的高度。这是个帅哥，第二个是力气大，力能杠顶，所以当地的民间传说也好，包括司马迁的史记所记载也好，他的力气足以把千斤重的大鼎轻而易举地举起来。程方人是当地宿迁学院的教授，同时也是当地西楚文化研究所的所长。由于一直生活在这里，他对原籍江苏宿迁的项羽更加有一种特殊感情。而当时项羽对强大的秦国来讲，也有一种更加特殊的感情。项羽楚国人，身上流着贵族的血液。项羽的爷爷项燕是当年楚国的名将，在同秦国大将王翦的交战入面兵败自杀。可以说项羽的家族为秦国所灭，因此项家和秦国有着国仇家恨。这样的仇恨一早就埋在项羽的心里面，成为他日后反秦的强大内驱力。公元前210年7月，秦始皇最后一次出巡的队伍回到长安。随着这次出巡的结束，秦帝国的危机也都随之而来。秦始皇在第5次巡游途中病逝，一时间秦国上下乌云密布。秦始皇去世后，少子胡亥继位，是为秦二世。一年后，秦始皇生前依靠他的声威压制掩盖的帝国危机，终于以不可阻挡之势爆发出来。公元前209年，即是秦始皇死后不够一年，7月的一日，天气好恶劣，终日大雨滂沱。一支900人的庶卒队伍冒雨行进在祁县大宅乡黎陵的道路上面，他们只是要赶往渔阳树边，但不停的大雨令到他们没办法如期到达目的地。根据秦法，树边误期将会被处死，于是其中两个人在走投无路之际决定造反。这两个人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的首领陈胜、吴广。为了令到大家接受他们，吴广将一张写有陈胜王3字的白书偷偷地塞在渔民捕获的鱼肚里面。庶卒买鱼回来，劏开鱼肚，发现了白书，十分震惊，就将这件事传扬开去。当日晚上，陈胜又悄悄地躲在营地附近的丛林里面点火，又扮狐狸叫，声音隐隐约约地传出：大楚兴，陈胜王。
庶出听到之后就更加诧异。到第二日，呢件奇闻异事亦都迅速传开去，大家暗中都指点住陈胜，从心底入边认可咗呢位带领住佢哋造反嘅首领。他这个实际上啊，是想通过这个方式，来证明自己这个行为的合法性，自己这个行为的正当性，从这个道义上来给自己的这个参与的同伴以一种这个有效的心理支援，而且他这个作用确实也达到。天下苦秦久矣，陈胜吴广起义，斩木为兵，揭竿为旗，佢嘅效果就好似同被推倒嘅骨牌一样，引起连锁反应。在民众的支持下，起义军很快发展成为几万人的大军，他们接连攻克祁、侄、赞、府、谢、朝等地。在攻克楚国故都之一的陈县后，陈胜自立为王，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政权张楚，提出了伐无道、诛暴秦的口号。一石激起千层浪，深受秦暴政之苦的各地百姓纷纷杀死地方官，响应起义，一时之间起义风潮席卷全国。就在各地纷纷举起反秦大旗的同时，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就陷入低潮。这里是位于河南永城市望荡山脚下的陈胜墓。当时由于陈胜、吴广缺少作战经验，指挥失误，内部不和，先后被内奸杀害，起义遭受到重大挫折，陈胜最终被埋葬在这里。而就在距离陈胜墓碑不够一公里的另外一块石碑上，记录了另外一位农民领袖起义的全过程。这位农民领袖和陈胜吴广不同，他所带领的起义队伍最终得到了胜利。这个人就是刘邦。刘邦当时就是从沛县以泗水亭亭长的身份押送一批民俘到咸阳为秦始皇修陵墓，就是路过芒砀山时。当时秦王朝征伐各地的营头到咸阳收筑骊山陵墓，沛县的县令就派泗水亭长刘邦押送本县的营头前往服役。行到芒砀山的时候，发现营头一路上不断逃跑，刘邦就想着这样下去，等到达咸阳的时候就没有几个人，索性就大家散伙，自己亦都逃到去山宅入边。有十几个人愿意跟住佢，一班人就喺刘邦嘅带领下，匿作去芒砀山林水泊入边打家劫舍。附近一啲小青年纷纷前嚟投奔佢，于是佢就好快成为一股有影响嘅势力。刘邦嘛，他就说在成为沛公之后，就说率着他的那一些，就是部下去，和就攻打封啊，攻打什么一些地方，但是呢，都是遭到了就是秦军，他的打击吧。他们就说很多地方都攻不下来，而且他的那个将士就损失挺大的。如果这个时候他不依靠那个另外一些势力，他就可能会遭到覆灭的危险。在当时众多起义军入边，最重要的一支力量就是项梁和项羽叔侄领导的起义队伍。为了避免覆灭的危险，大家纷纷投靠项梁和项羽。一直转战在丰沛一带的刘邦亦都带着萧何、张良等投奔如日中天的项梁。项羽、刘邦这两位日后楚汉战争的主角第一次历史地走在一起，成为战友，约为兄弟。随着陈胜、吴广起义的失败，一位放羊人登上了政治舞台。为了进一步推进反秦斗争，谋臣范增劝说项梁立楚国的洪姓皇族后裔以争取民心。
项梁认为有道理，就派人到民间入边揾替人放羊嘅楚怀王，洪怀之孙洪森立为楚怀王。项梁、项羽领导的楚军接连大败秦军，先后攻克邝父、东阿、城阳、北阳、雍丘、定陶，一连串的胜利令到项梁产生了骄傲轻敌思想。秦大将章邯趁机调集兵力偷袭定陶，项梁猝不及防，兵败被杀。项梁一死，章邯大破赵国，以400,000的绝对优势兵力围攻巨鹿，这个令到新即位的楚怀王惊恐不已，他就以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率领50,000兵力北上救赵。与此同时，楚怀王派领刘邦率军挺进关中，直逼秦朝的腹心之地。楚怀王同诸将约定，边个能够先入关中，边个就可以称关中王，这个也都为日后留下巨大隐患。由于宋义有意拖延时间，行至安阳逗留46日，拒不出战。项羽复仇心切，担心丧失战机，所以杀了宋义。众将士折服，共推项羽代理上将军。项羽率军渡过漳河之后，下令破釜沉舟，烧咗营房，每人只能够带3日的军粮，自绝后路。到达巨鹿后，反而将秦朝的大将苏郭、王离的军队包围起嚟，断其粮道，九战九胜，大破秦军，杀死苏郭，生俘王离。其余的秦将有些被击毙，有些就被逼自杀。曾经却匈奴700余里，令到回人不敢南下而牧马的王离军团消失在巨鹿城外。实际上这样说，九战，崛起甬道，杀苏角，裸王离，射箭不投降，自烧杀，也就20多个字交代了巨鹿之战的具体经过。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项羽这个时候是用自己的40,000部队，而攻击了王离的中军。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做壁上观的那些诸侯们发现楚军，每一个人都是以一当十啊，所以很快的就击败了王离的军，所以俘虏了王离嘛。在这种情况下，所以做壁上观的诸侯军这个时候一个一个再看项羽，那就是膝心耳前，都不敢仰视。那么因此就这一仗打下来之后，名声大振，大家都知道，原来虽然知道他举义，但是这个时候发现项羽确实是个人才。由于秦军的主力开赴赵地，西线空虚，所以刘邦军一路都没有遇到很大的阻力。刘邦的战略目标很明确，就是尽早入关，因此采取了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直捣咸阳。这个时候秦政权内部发生政变，赵高逼秦二世自杀，另立子婴为皇帝，同时派人同刘邦接头，企图分王关中。子婴不甘受到赵高的摆布，将他诛杀，同时负隅顽抗，同刘邦大战于蓝田，结果秦军一败涂地。巨鹿之战之后，秦军实际上已经，秦王朝实际上已经是丧失了抵抗能力了。这个由于这个项羽在巨鹿之战中吸引了秦的主力，让刘邦得以从这个武关偷袭进入了咸阳。公元前206年10月，即位只系得46日嘅秦王子婴，素车白马，颈上面绑住绶带，奉上皇帝玉璽同埋兵符，出城投降。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嘅中央集权帝国秦王朝，佢嘅15年统治历史成为沉寂。
这个时候有人建议杀死秦王子婴，刘邦没有同意，只是叫人将他看管起来。刘邦进入咸阳后，立即被帝都的繁华吸引到，他打算住在宫里面好好享受一番。樊哙劝他说，这些奢华的东西就是秦朝灭亡的祸根，希望你封存财物府库，赶快回到霸上面。刘邦不肯听，张良都劝他，刘邦就顿时醒悟，这样才接纳他们的意见，立即回到霸上军营里面，并且召集附近的乡绅约法三章。第一，杀人者处死；第二，伤人者根据伤情轻重定罪；第三，抢人东西者看赃物几多定罪。除了这三条，原本秦政府颁布的所有法律全部取消。在刘邦不遗余力收买民心，为夺取天下做准备的时候，项羽担心投降的秦兵心怀异志，在行至新安的时候趁夜偷袭，就将20余万的秦兵全部活埋，然后率领各路诸侯向咸阳进发。重兵屯于而家陕西西安临潼区的鸿门，刘邦就以微弱的10万兵力驻守霸上面，两军隔霸水形成对峙局面，战争一触即发。两双方的兵力对比是这样的，刘邦10万人，项羽40万。如果两军交锋，那无疑是刘邦是必败无疑了。刘邦得知这个事情以后，再一次表现出他高超的、过人的这种交际能力。他去到项伯家里，和项伯约为儿女亲家。项伯被感动了，向刘邦提建议，叫刘邦去鸿门宴谢罪，向项羽谢罪，而不是败退，或者是交战。这三个选择，作战，或者是逃跑，或者是登门谢罪，这三个选择中，前两个选择是最坏的选择。交锋是必败无疑，你要跑往哪儿跑，实际上最后也是必败无疑。而谢罪看似冒险的一步棋，由于有了这个内线项伯，所以刘邦他自然就非常放心地选择这一步棋。事实证明，这一步棋是走得非常精彩。在河南南阳汉画馆，珍藏住一块好珍贵的汉画像石，上面所刻画的内容正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古一宴——鸿门宴。之所以说珍贵，是因为在后人创作的众多鸿门宴作品里面，它是最早的，据推测是东汉时期。可以看到这一场虽然不缺美酒，但却暗藏杀机的宴会一早被人传扬。就在刘邦得知项羽要攻打他的第二日，他就出现在项羽的营帐前面，一番诚意谢罪，听得项羽很舒服，并且设宴款待刘邦。宴会期间，范增几次示意项羽杀了刘邦，但项羽没理他。范增又叫项庄舞剑以助酒兴，实际上意在沛公，借机杀了刘邦。项伯一见到情势危急，就拔剑起舞保护刘邦。危险关头，范快带剑勇盾独闯宴席，怒斥项羽背信弃义，刘邦这样才能够乘机逃脱。从鸿门宴就是可以看出，就是刘邦的人他确实是非常的机智啊，而且那个勇敢，那个表现的，就是临危不乱，而且能屈能伸，啊，他就说，而且那但是呢，项羽这个人他就不行了，他就是优柔寡断，就有妇人之仁，他就说看到那个刘邦过来了，而且那个态度非常好，他就不忍心再杀他了，具有妇人之仁，而且就是没有
比较长远的眼光，所以就直接他的这种优柔寡断直接导致了范增计划的失败，让那个刘邦有了可乘之机，有了那个逃走的可乘之机。这里是西安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工作人员在闭馆后会对损坏的兵马俑进行修复。据专家介绍，在目前发现的180座陪葬坑里面，12座有被大火焚烧和毁坏过的痕迹。而烧毁兵马俑的人很可能就是项羽。当时项羽率军进抵咸阳，挖了秦始皇的坟墓，杀了子婴和秦皇室宗族，将财宝美女抢掠一空，又纵容士兵屠城放火。这场大火烧了三个月那么久，秦国几百年来创下的江山基业和秦始皇修建的奢华皇宫，在熊熊大火之中全部化为灰烬。史书记载，覆压300余里的美轮美奂阿房宫就位于项羽这把大火。项羽自此功高，就要楚怀王给他来主宰天下。楚怀王坚持先入定关中者称王，项羽好嬲，将他远甩双林，然后自立为西楚霸王，见刀棒食。他一口气分封18个诸侯王，将已经存在的诸侯国进行重新分封，并将富裕重要的地方分封给自己的亲信。这个举动引起了一些诸侯王的强烈不满。而按照怀王之约，本来应该成为关中王的刘邦，就不得不将权力交出来，在项羽的安排下被封为汉中王，统辖巴蜀、汉中一大偏远之地。鸿门宴以后，项羽对刘邦心存忌惮，于是他把刘邦分封到巴蜀和汉中。分封刘邦到巴蜀和汉中做汉王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是，这里啊，这个交通非常不方便，啊，这个从这个陕南，要到关中，它只有崎岖的山路，啊，这个刘邦听后大怒。很生气，要发兵攻打这个项羽，和项羽决一死战。这个时候，他的部下周勃，就反对，认为时机不成熟，刘邦呢接受了这个周勃的建议。在秦汉时期，呢度曾经是连接汉中和关中的唯一一条栈道。现在只剩下悬崖峭壁和一些依稀可见的凿坑。之所以曾经的古栈道会荡然无存，就是因为被人为毁坏过。毁了这条栈道的人就是刘邦。公元前2006年4月，刘邦正式动身前往封国。这个时候张良献上一计，他叫刘邦烧了汉军所经过的所有栈道，一者防备诸侯军越界偷袭，二者表明汉军此去无东归之意，令到项羽放心。在人生的重要关头，刘邦选择了韬光养晦。就在刘邦的事业陷入最低谷的时候，一个人的出现为他带来了一线希望。这个人就是韩信。韩信，淮阴人，出身贫寒，曾经受到胯下之辱。秦末战争爆发的时候，他先追随项梁叔侄，但未受到重用。刘邦入蜀时，他投奔汉军，得到萧何赏识。韩信的形象并不是好像大多英雄那样高大威猛。千百年以来，民间艺人对他的形象有着自己的认识。这个是陕西当地一直流传着的一部戏曲《萧何月下追韩信》。其实韩信最初都未受到刘邦的重用，他非常失望，在某个月夜的时候悄悄逃走。萧何听到之后就连夜去追，
追翻之后，再次向刘邦推荐韩信，话佢系天下第一人才。如果刘邦想战胜项羽，夺取天下，就必须要依靠韩信。刘邦接受咗萧何嘅建议，举行隆重嘅仪式，拜韩信为大将。韩信走马上任，立即为刘邦制定咗统一全国嘅战略，先拿下三秦，再抗衡项羽。公元前206年5月，刘邦采纳大将军韩信之策，趁项羽正喺度忙紧镇压各路诸侯嘅时候，佢开始明修栈道，暗度陈仓，突然袭击雍王章邯，迅速平定咗三秦，令到富庶嘅关中地区再次翻返去自己手上面。占领关中地区后，佢苦心经营，令到佢成为稳固嘅大后方。刘邦在隐隐中等待时机，这个时候一个绝佳的机会来到了。被流放的楚怀王在渡江南行的时候被项羽秘密杀害，顿时间天下一片哗然。他这个杀了楚怀王，他立的楚怀王，他和他的叔父立的楚怀王，实际上就丧失了这个他的这种合法性了，在道义上他是一败涂地，他的敌手刘邦正是利用这一点号召天下人反对楚国，反对项羽，而很多人也就是因为这一点跟随了刘邦，站在了项羽的对立面。公元前205年3月，楚汉战争的序幕正式拉开。刘邦趁项羽平叛齐地的时候，率领560,000军队大举东进。只是一个月的时间，刘邦就攻占了彭城。在外平叛的项羽亲率精兵30,000回救彭城。战场上，刘邦项羽再次相遇，但这次相遇不同以前，而是作为一对你死我活的对手相遇。项羽还是那么勇猛，刘邦还是那么不堪一击，项羽只是用了30,000军队就将刘邦的大军重重包围，刘邦军队迅速溃败，危在旦夕。但是奇迹出现，大风骤起，飞沙走石，天昏地暗，楚军被刮得阵脚大乱，刘邦趁机突出重围，狼狈逃命。彭城这一战，项羽军队30,000军队，把560,000刘邦和诸侯各国的联军一举击败，非常惨，伤亡将近20,000。所以这一仗以后，刘邦从此以后，他是包括他的军队，他很难和项羽单独对垒，就感觉项羽是在军事上是非常可怕的。而且，但是通过这一战以后，刘邦有一个重要的认识的转变，他就认识到他自己没有能力指挥大军团和项羽做全面对抗。彭城失利后，刘邦就决定改变策略，不再亲自率兵东征，而是留守荥阳，吸引项羽的主力。之后楚汉相持几年，项羽尽管几乎战无不胜，但处于弱势的刘邦就好像一个不倒翁咁样，项羽总是没办法彻底将他消灭。但是胜利的天平就逐渐向刘邦一方倾斜。这种局面的出现完全是因为韩信的一个战略计谋。那么当时在这个楚汉战争初期的时候呢，当时韩信就出了一个非常好的计谋。什么计谋呢？就是作为刘邦，你率军你到中原去跟项羽去作战我们也可以把这个看成一个内线。那么我韩信呢，我从北部然后我去迂回。
那么北部呢，就是当时他有好多的啊，还有诸侯。那么在北部就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诸侯是赵王啊。那么赵王他是支持的是啊，是项羽啊。所以说，然后我从北部去迂回。那么打败赵王之后，那么燕他自动就投降了，又到后来又迂回到这个今天的这个山东，又把乾隆他们这些也都消灭掉了。消灭掉之后呢，我最后对你项羽就是形成了一个合围。在跟住落嚟嘅一年几里边，韩信率领佢战无不胜嘅骑兵接连夺取魏、代、赵、燕诸国，解除咗汉军北翼嘅压力，令到项羽越发陷于孤立，支援咗刘邦喺荥阳成功一线同项羽嘅对抗。刘邦同时联合彭越、英布共同扰乱楚后方。几步棋落嚟，此消彼长，项羽开始腹背受敌，胜负几乎已成定局。公元前2038年8月，兵疲食尽的项羽最终接受了刘邦的和谈建议，双方讲和，以鸿沟为界，以西属汉，以东属楚。这里就是楚汉中分天下的鸿沟。刘邦本来想率兵返回关中做半壁江山的主人，张良、陈平劝他，楚军兵疲粮尽，这个是上天要亡楚，不趁这个机会灭楚，就是所谓的养虎自为患。刘邦突然醒悟，二话不说下令发兵。楚汉的这种对立，在历史上也好，在当时这个阶段也好，它最后的解决的话，那不是一个和平相处的问题，而是这个汉要把这个楚吃掉的问题。所以呢，这个双方之间的这种这个武力的最后的较量是不可避免的。这个是戏曲里面最为经典的一出剧目《霸王别姬》。这个是以京剧艺术的形式再现了末路英雄项羽和虞姬那个令人荡气回肠的垓下战场的诀别场面。当时刘邦指挥着各路兵马合击，项羽一退再退，退到现在安徽宁壁东南沱河北岸的垓下。所部虽然还有十几万人，但就被韩信的30万部队重重包围。入夜寒风怒号，宛如鬼哭狼嚎，风声稍停，悲壮的楚歌从四面八方随风传来。觉得大势已去的项羽在营帐里面借酒消愁，面对着心爱的乌骓马和美人虞姬，慷慨悲歌，力拔山兮气盖世，时不离兮骓不逝，骓不逝兮可奈何，虞兮虞兮奈若何。人依声和唱，婉转凄凉，听得项羽和将士泪流满面。之后虞姬拔剑自杀。最后就刘邦把这个就是说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这样的一个英雄人物给打败了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其实就是刘邦一直他的思想很明确，就是要统一天下，所以他绝不与一城一战的这个胜负为一个目标。而这个项羽呢，其实他自一开始灭了秦之后，他就只想安心的做他的西楚霸王。这里是安徽和源景里面的一段长江，
每日都有几百艘大大小小的船只在这里经过。大百姓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两千多年前那条乌江亭长的船。当时项羽就败退到这里，江的对面就是项羽当年起兵反秦的根据地江东。只要回到江东吴中的这个第二故乡，他就会好像猛龙过江，虎归森林，东山再起，指日可待。公元前2002年12月，乌江亭长划着一条小船在江边等候，并且劝说项羽赶快回到船上面。但项羽执意不肯上船，回想当年带着8000江东子弟过江，现在只得回自己一人回来，没面见江东父老。于是就将乌骓马送给亭长，步行持短兵器和汉军接战，又杀了汉军多人，最后自刎身死。为了纪念项羽，后世的民众就在江边没几远为项羽修建了祠堂和坟墓。随着这位盖世英雄的辞世，西楚王国几乎全境投降，但就唯有项羽的初封地老院还在抵抗。刘邦大怒，下令屠城。大军抵达城下，正是要动手的时候，城里面忽然传出恶声和读书声。刘邦顿时感动，下令停止进攻，并且赞扬老院是个礼仪之邦，叫人将项羽的人头拿给老院人看。大家一看，项羽真是死了，这样才投降。刘邦随后举行隆重的仪式，他亲自主持对英雄项羽的祭礼，哀恸哭泣，不能自已。这个是刘邦项羽这对冤家的最后一次相遇，但今次相遇显得相当悲壮。之后刘邦下令保护项羽的亲属，封项伯等四人为侯爵，并赐他们姓刘。历时4年之久的楚汉战争宣告结束，中国重归统一。公元前2002年2月，已经55岁的刘邦登基在现在山东定陶境里面的汜水之阳。这个是中国历史上第二个统一王朝。王朝因为刘邦的汉王封号而称为汉朝，初都洛阳，后迁长安。刘邦即是开国皇帝汉高祖。这个是中国历史上最高规格的凭证——丹书铁券，代表着皇帝赋予给诸侯王的最大权利和荣誉。公元前2001年，刚刚成为皇帝没多久的刘邦，为了巩固统治笼络功臣，就以丹书铁券的形式和7位异姓诸侯王盟誓。但这个誓言在刘邦登基后仅仅5个月就被打破了。从公元前2002年起，一直到公元前1950年，长达7-8年的时间，刘邦的主要精力就用在铲除异姓诸侯王上面。韩信在被刘邦捉的时候，曾经仰天长叹：“狡兔死，良狗烹；高鸟尽，良弓藏；敌国破，谋臣亡。”为了王朝的利益，刘邦最终抛弃了情义，当年的铁血丹书也都形同废纸。下一集，郡国并行。